里台风是持续的增强，尽管现在是无风无雨还出太阳，但是彰化的幼农已经动起来，一大早就来准备要来固定支架，尤其呢像是现在这一种西施柚，光是一颗就要逼近2台斤重，是一般文旦的2倍重，假使一遇到了强风就容易造成落果，虽然呢现在还没有成熟，无法采收，所以果农只好加强来固定。带你听一下稍早他们的说法。哦，连续吼啊，两年吼拢拄着寒害甲风灾哦，啊，所以受损真严重。今年你话节食咧咧是应该期待一个丰收的年，但即卖吼这泰利台风尾吼啊，想要直扑台湾而来吼啊，阮就惊这落果，期待今年是丰收年，希望讲吼啊，会当甲这吼防台这措施之后吼，或者减少这落果吼啊，会当希望讲今年会当啊有一个丰收的年，会当收较侪油啊。而这里呢，也是彰化花坛，是全台西施柚的主要产地，一片呢，大约是3到40公顷的西施柚，在市场上是相当的抢手。而工作人员呢，他们是用绳索拉紧再拉紧，固定了枝条，或者呢是用竹竿来支撑，希望呢来势汹汹的泰利台风，他们面对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。最新消息，时间在我们棚内。